Kangaro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睇下今个礼拜有乜嘢会计新闻先。唔该，阿 I 仔。德勤劈炮潮，核数师辞职所为何事？核数师请辞，在会计界从不是新鲜事，但四大之一的德勤关王陈方会计师函 Deloitte 近月连环劈炮，惹来业界关注。据统计，从去年10月至今，德勤累计辞任超过50家上市公司核数师职位，举动瞩目。所谓外行人看热闹，内行人看门道，到底核数师走人所为何事？核数师有两大职能，一是报税、信贷、借贷审查，二是透过核数令公司提升管理质素，完善内部监察制度，以及保障股东权益。根据香港法律，一间有限公司必须每年审核公司的财务报告表，以及每年至少完成一次核数师报告。一般而言，核数师在接触数字之前，会就行业动态、时下经济状况、企业的营运模式等，分析企业的财务报告表可能出现的高风险区域，并针对性地作出审核工作。核数师辞任的理由有很多，较常见的有审计费用未能达成共识、双方工作状况变动、预期无法完成审计工作等等。不少情况涉及企业的财务问题，甚至会令核数师卷入法律漩涡，会计师函为免孭锅而终止合作。近年较出名的例子有罗冰咸永道辞任佳兆业1638。当然，也不乏核数师因专业失当而引咎辞职的情况。近年港府对核数师的监管日趋严谨，后者所面对的刑责风险逐步上升。去年10月起，财务汇报局从香港会计师工会接收监管核数师的权力，正式成为独立监管机构。加上在港交所的停牌新规下，核数师的意见可直接令上市公司停牌，直至相关问题解决且令核数师满意为止。失去客户亦或负上诉讼风险。部分会计师喊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尽可能把公司损失降到最低。今次德勤频繁辞任，背后因由众说纷纭。有指德勤致力转型，专注发展顾问咨询服务，减少核数和税务服务，又有指德勤的业务策略有改变，旨在提升客户组合质素，加强内部风险控制，于是放弃鸡肋客户。官乎辞任名单上的公司良莠不齐，一概而论地把问题归咎于企业身上，此欠公允，又难怪会引起市场不少揣测。大家好，同大家 update 下近期嘅 CPD 先。
会计会提醒申请人，如有疑问，请向有关机构查询。会计会新闻部编制本影片所在的资料和材料时，已着力并严谨处理，其中如有错漏或因资料其后之任何变更而导致的损失，新闻部不负有任何责任，敬请注意。好，今日睇到呢度先，多谢大家，拜拜。